陈玉伦到赛，张明章到赛，张明章到赛，李高柱到赛，李高柱到赛，陈明玉到赛，陈明玉到赛，朱立伦到赛，朱立伦到赛，李田碧田碧伦南都有听朱立伦哈进来，从头到尾讲的话，全部都是要做的事，都是建设。一个好的人，其实讲的就是要做事。我们不像民进党，就是讲的就是政治，搞的就是要来蓝绿恶斗或是怎么样。你该注意听啊，从头到尾就是要讲的就是做事。今天有一个新闻哦，大家稍微注意看一下。今天二次精改的整个案子。全部都判无罪。我们有给民进党机会过，我们给他八年执政，可以接近会议。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跟他的贪污，跟他铁金。现在我们看陈水扁给他做了八年的总统，赔几十亿，啊，结果无代志。民进党好像忘记了他们有执政八年，因敢那袂记得讲，因较早这个国家有交给他们八年的时间。我跟大家讲几个逻辑，你们看到最近桃园机场常常出包，松山机场大家说觉得很小，我跟你们讲一个逻辑，你们了解吗？这个是国家的政策要走在前面。刚刚朱立伦副市长他在副院长的时候，我们提到 A 卡，就是要推动两岸的经贸，好让台湾的经济走出去，这个是国家的政策要走在前面。桃园中正机场那个基地，我们在民国1996年，我们就编了预算给他们，在民进党时代，我们就编了多少钱给他们，就是要他们来改变我们的门面，要他们来拯救我们的门面。我跟大家说，桃园机场的跑道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民进党那个时阵，整个桃园机场的跑道花了多少钱？刚刚开26万，没有在做事情。国民党执政重回拿回执政权，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把它停滞八年无力做改革，这两年又跑步的在做。松山机场，我们整个开放观光，观光的倍增，从200多万人到现在500多万，所以我们是穿着西装在改西装的，都刚好进去。如果是在民进党他们在执政时代，就是要大力的鼓励，我们就是要开放观光，大力的鼓励。你自己想看吗？苏贞昌说：“你一改报官做教委，你们想想看，苏贞昌当年在台北县他做了什么政绩？你想看吗？他唯一讲得出来就是一个左岸咖啡，一个淡水渔人码头，但还你讲的有给做一下。我们的县政府困于瓦水情节呢，就负债800亿，有钱高也存下够，还够丢不了，丢不了，丢不了十亿。啊，今年熬负债够负债800亿，还要几财留你？”啊，就按南美公民做量干部，你们相信吗？我这样跟你们讲的逻辑，你们懂不懂？这样就会很清楚，不要再被民进党骗。这一次五度的选举，朱立伦绝对是一个好的候选人，绝对是一个优质的候选人，绝对是一个要来我们新北市做事的候选人。不是要来作秀，不是未来躺一个政治，沾一个水就要赚一个水，镀一个金，有没有穿墙？伊不是这款人，请大家放心。所以这一次的五都选举，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逻辑，千万一定要记住，是要回到以前八年前民进党执政时代的那个退步避左国避国的那个时代，还是要重新现在国民党我们是改革开放经济纷飞的一个时代，击败五都选举的选举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要拜托大家，莫讲叫民进党骗你，哪个好民进党会激进落去哦？我们的国家真的没有未来，我们的国家真的阿古被斗退瓦解。民进党的八年，海难国家斗退他十几年，亚洲四小龙变到上面名，郭永刚的世界竞争力全国第三名，落到十几年。咱的桃园机场
现在好不容易我们在开放了以后，桃园机场观光客才进来，松山机场观光客才进来，我们的国家才有生机。啊，哪跟我民进党过来吼，真正拍水，我们的未来吼前瞻性吼真正看无。所以好，我们拜好，真的，我们这一次的选举，真的是在决定我们是还要回到八年的锁国，还是要真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国民党这样的一个选择。大家说好不好？还特别爱记哦，这一次咱泰山一定要全力拜托大家，剩下三个礼拜，大家去吹票，把我们的朱立伦吹到最高票，最高票，让大家看到有做事的人是得到认可的人，有做事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全力支持的人，有做事的人才是我们要依赖的人。大家说好不好？好。这真正爱拜托，是三礼拜而已，我们不能松懈。啊，那无吼，民进党去搞个骗人，咱也无咧选举啊。啊！你现在拉拉的，啊票都没挖没挖，我所以，我必须要把真心话讲出来，必须要把事实讲出来，让大家了解。啊，无大家拢讲马上点的，你马机场、桃园机场马上点的拢民进党的，啊，其实是啊，问题拢是因家己，你骂因家己，可是把它扭转成这个样子，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心痛。所以，国民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党，国民党是一个真正在做事的党，推出来的候选人也绝对是优质的候选人。所以，让洪坤拜托。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全力的集中，要让新北市让他们再受一次的教训。我们真正的候选人就是要让朱立伦最高票来当选。大家说好不好？好。好，拜托大家。朱立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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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一个字，陈明玉。